国民党执政的两个不同的时期，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跟现在的政院版，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先把它点出来。在过去呢，这个第五、第六、第七届，就是在这个民进党还在执政的时候，同样的内容，42条跟现在的第45条是同样的内容。那个时候的内容里面呢，特别有提到说这个第三项，也就是说，非本法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而转让或信托，非专工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好，这个是先前42条的政院版。那它里面还有特别的这个第二项跟第三项，我们先讲第三项好了，就是第一项的转让或信托，其他法律有禁止或限制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它这里面跟现在的政院版有两样东西不一样。第一样东西呢，就是非公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这是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事实上，在这一次，我看这个政院版的部分里面也有提到同样的精神，就是说政党拥有的不动产应该限于这个办公使用，对不对？因为这个你的精神就是政党不应该盈利，不应该经营盈利事业，这跟他政党成立的目的并不符合，所以是不能这样做。可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是说现在的政院版规定的是，你之后不可以政党去购置不动产非做办公使用，可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到不动产之前的部分。那先前的政院版有，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当然这个有个差别，我们有观察到。那您的现在的政院版要怎么处理先前取得的不动产？其实这个政党法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政院版并没有说要处理之前呢，我们是建议说应该在党产条例里面去处理。所以这里应该是指的是说，党产条例处理完以后，这些认为这些是合法，他可以拥有的那你这些财产当然以政党来讲，你不是要经营这些事业，所以你应该要信托既然是合法的，所以你要信托的话，收益的话就属于这个政党。所以这里如果说这两个没有办法同时搭配好的话，那这里的文字是不是需要这个再加以修正来限制这个我们是持开放的态度。对，您刚才讲的其实会是我认同的，但是跟先前的立法严格有点出入。原因在哪里呢？先前的那个第三项说，这个转让或信托，其他法律如果有禁止或限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其实就埋下这个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当然也有其他委员认为就是党产处理条例。那可是为什么在12年之后取消掉了呢？当然本席的观察会认为，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或者党团认为没有所谓的不当党产这件事，你要处理党产，你就一并在政党法处理或怎么样的概念里面来做。那所以呢，就没有所谓另外会有一个特殊规定，所以把这条拿掉。可这条拿掉就会回到我们刚才请教的，他就没办法处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接下来不管有没有逐条，因为总是要审议这个法案，我只是做一个先行的提醒，跟我表达我的立场。是，就是说既然已经有一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现在在审议中，您刚才也提到说确实有一个要处理党产在那里处理，政党法就是处理合法后的或怎么样的，假设有这个逻辑在的话，那这样的规定可能就要有放进去，否则就会出现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们要假设它可能 会通过，可是它通过之后，我们政党法自己独立出来了以后，会变成说至少第一个在不动产的部分先前处理的假设已经被认定了，可是在这边我举个例子，第一个，比如他是不当党产，那当然他就会清算处理掉。他如果没有所谓的甚至不当党产的所有的清算过程中他没有被清算到，或者是时效或其他的原因，他就是没办法只好合法。但合法之后会进入到我们政党法来处理，那就会变成是说他是一个因为时效或其他的原因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没有办法处理到他，但他严重了违反我们在政党法里面的精神，就是说政党不应该拥有所谓办公之外的不动产。不晓得您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被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清算到，但他不代表他正义哦，是因为有各种原因，我们还要符合法律的什么秩序原则，种种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到。结果某一个政党，当然现在是国民党才有类似的情形了哈，他可能就是说，除了他的现在的中央党部大楼之外，还有 A B C D E F G 这一些非公办公使用的大楼，结果在我们的政党里面还是没有办法把加以处理，
所以我才会建议说，我个人的看法会认为，还是要把这一条就是非公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的精神要放进去。您的看法呢？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同意是说，在逐条的时候啊，这个文字要怎么修改，大家可以再讨论。不过总结来讲，委员所担心的就是说，假如我们政党法先行通过，然后党产条例还没通过，这个空窗期啊，可能就会造成很多是利用这个，然后已经把它这个信托会造成那样的这个漏洞了。我想这个今天也有蛮多委员的提出来就教，我想这个我们也同意，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那个想法哈，没有那个意图说要利用这两条来做任何包庇的这个动作啊，那纯粹可能是在文字上需要怎么样的修订的话，我们也尊重大院的这个审议的结果。尊重您的看法，也希望是真的发自肺腑，因为现在总是全民在监督了哈。那但是我要提醒，那不是过渡时期而已，而是说就算这两条法立完了之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文字一定要符合原来政院版跟很多委员提的精神。就是政党不应该盈利，因为它违背了它原来的精神。政党不应该拥有办公处所以上的财产，因为那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对不对？这是大家有共识。那所以我们修法就要仔细在这一点琢磨了哈。那接下来下一章里面，我们就要看到是说，为什么现在党产有就地合法的危机在政院版里面？你看那45条，就现在的政院版里面，它有提到说，政党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本法施行后2年内，要将它的股份出资。进行这个转让，那届时无法转让或转让条件显不合理者，应于6个月内信托与信托业，对不对？这是现在的这个信托规定。然后呢，刚才当然因为你们里面没有那一条就是不当党产的这种概念，我们就专就45条来讨论。这里面我个人就会认为是说，也要请教次长的是，我个人的看法认为，不管是以前民进党时期的政院版，还现在国民党时期的政院版，信托这件事情本席不太能接受。我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就要该被清算嘛，所以你干嘛说一定要让他所谓的转让，2年内将以股份出资转让，就代表说你就不能盈利啊？那你现在存在啊，就算不是不当党产，是一个所谓的合法党产，但是因为你会造成实质盈利行为，所以请你一定要转让，这是你原本政院版的内容嘛。只是说如果不能转让，所谓的转让条件显不合理，那你要6个月内这个信托与信托业。那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东西不对呢？第一个，我们真的衷心期待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要清算大部分的党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价班、可是好，没办法，假设剩余的部分光是转让，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有人头基金会有很多的可能是变相的人头来承接这些财产，这已经是一大疑虑了。好，那至少他还是转让了。可是信托很瞎哎、就是说我如果转让好，已经人头就安顿好了，剩下的部分呢，我还可以这个信托与信托业，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我们再看第19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19条里面哦，政党的经费金收入，它的来源如下，里面有这个第5款，其他依本法规定所得之收入。那本法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你们45条的那个法律说明、立法说明呢、里面有讲说哦，办理本法施行前经营或投资之盈利事业股份出资转让或信托与信托业者所得之收益而言，白话文就是说，信托而得到的这些利益利润，它还是属于信托者的嘛？以国民党为例，就是还是国民党的嘛？那如果是国民党的话，它有没有合法呢？你19条就让它合法了，因为它是属于第5款。你知道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地合法化，就算是不当当产没处理到的，转让没转让完的，你剩下信托那个部分，他那些的经费还是属于国民党的。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而这里面你知道上面写的这个政治现金法又多厉害了，因为本席也有提案，他这些钱持续的成为国民党或者是其他有当产的政党的合法收益之后，政治现金法里面又可以让政党没有上限的捐书给他的党籍候选人，这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其实最不公平的地方了。现在当然是堂而皇之的变卖，堂而皇之的捐啊。我是说，以后立法如果完成之后，这一条路不把它限制住，那就很荒唐了。你看，第一个政党法我们规范不当得利，不得盈利啦。可是你在这里开了一个巧门，就是说你可以信托，信托之外的钱进来。刚才讲的不动产都还没处理到。
然后呢，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当产清算，我们现在还在审议当中。最后一个就是政治现金法，如果又没有把它关起那个上限，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落实转型正义。所以我的个人观点会认为说，政党法里面的不得盈利一定要从严把它好好的做处理，那才是长治久安。而当产条例里面的当产清算一定要能够彻底，最后政治现金法的捐书上限予以限制。但我们回到今天的政党法，我要请教您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意见是说，那你现在有关于信托的部分，我个人的浅见认为应该把这条拿掉，也就是你如果在2年内或1年内你没有办法出资